生啊，好起来呀、啊，上课要背负啊哦。知啦，啊是怎叫你老爸起来，叫准知影你小手啦，啊昨日搁恁家替帮忙啊。哦。老妈妈提杯哦。哦，来啊来啊，等一下哦。呀，伊哪赫尔早？中昼我订婚，要请人客，无去袂使，较早散场的。罗妈妈，这有一张挂号爱婴仔嘞。哦，啊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摕。啊，倒位寄的啊？没伊啦。阿三，等我。对了。今天球队练球，你会去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还没跟你爸妈提哦。打球是可以当饭吃哦。喂，水务处你好。妈，那是你。我不是讲要过来学校。什么代志？请问，你等一下。妈，我先忙电话无，你有代志卡唔再讲啦。嘿，刚刚叫什么？啊，不是讲生意无好，袂使加班。啊，请一个外来创啊笑。啊，薪水哦，来当你一个啦。打工的人，我请我落啦，较省钱啦。你念较好。妈妈，你今日免买啊？啊？啊？你是阿老囝哪样换？无代志啦，我都在想阮囝在考大学代志。好，无管是讲恁哪样戆神戆神的咧。哦，啊，今日果子采了未啊？即摆采有较贵呢。哦，安尼哦。系啊。啊，我要买一粒啦。我要买一粒，好啊，好啊，这即款会较好食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一粒。
阿星啊，到底是谁在偷食饭啊？嘿。阿美啊，你即摆哪做呾？啊，你咪讲学校咧无用。啊，我学校代志处理了啊，我甲学校请假几工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俊豪去高雄办代志，我先倒来住几工。是吗？啊，你今日煮麻油鸡哦？嘿啊。俊豪是毋是咧冤家啊？无啦，哪有？啊，你顶摆敲电话去学校找我创啥？嗯，汤小姐。妈，是你找我有啥代志啊？无啦，叫伊来啉茶汤，泡水泡水。我还没醉啊！好啦，好啦，行，过来。啊，好干，好干，好干，还没干呢。啊，那个林刚喊你醉啦！啊，拍死，拍死，不劳烦你啊！还没醉。好啦，好啦，行啦。啊，无就两个林喊你醉。好。林林，我早就知影恁，林刚有咩啤酒空啊？我唔敢喊啊！你啥物头家嘛？我伫公司做有做尾十八单，十八单呢，薪水化减就减。若毋是为着这个家吼，我早就离开啊！哎呀，我的海啊，我的梦想吼是要去行船，要环游全世界呢。好啦好啦，拢我害你的啦，害你袂当去行船啦。伊个，阿西，西班牙。我要去全世界。好啊好，你要去倒去倒，你要去天顶嘛，不要紧，啊，较紧睏好无？哦，明仔载甲讲。好，明仔载甲讲啊，你睏。啊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放心啊？你胖子要回来住几天啦？我好好请三天假啦。啊，俊豪伊敢知影？妈，啊我还袂嫁伊啊，无必要甲伊交代我的行踪吧。啊，听你的口气，啊明明两个人就有问题，佮讲无冤家。就算讲有问题，嘛是伊的问题，毋是我。啊，俊豪伊是安奈？妈，你莫佮问我好无？我去便所。我交遐尼侪年，搁吵吵闹闹，咱唔通去拖啊！你哪即摆就回来啊？啊，下午无去哦？有同学啦。阿姐，
生啊，啊运动会你唔免参加伊，啊老师佫知影。上差伊啊。啊，这哪会当啊？无，你是要安那？啊，着参加几项啊？啊，你毋是爱拍篮球诶？是啥人讲拍球会食袂饱？是啥人讲爱好啊读册，毋好佮拍球诶？是啥人毋准我去参加校队诶？啊，这是我看你爸爸为你的未来设想啊。未来，那是你希望的未来，毋是我想要的未来。你是安怎伊？安怎常常咧走便所啦？啊，身体是无爽快伊。啊，赶紧甲我讲啊！你要甲我听啊！我跟人无心啊！啊，安怎安尼啊？请你着躲避，阁予我一点仔时间。阿星啊，好起来啊、哦！上课要袂晚啊！不甲我骗哦，至少这个女同事一毛关系拢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跟阮阿妹也甲我换一年啊？啊，你有啥物拍算？啊，你敢知影阮阿妹也有囡啊？是阮翁甲阮囝袂当无未来，那你回去帮我把表格填填再给我就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？不练球就来不及了，是我你妈来过学校跟我谈过了，加油了。
我从阿霞叫你啊，我都出代志啊啦，是安怎？我生病了啦。是安怎？到底啥情形啊？爸，妈到底有要紧无啊？医生讲，已经胰脏癌末期啊。阿妹啊，咱伊个男朋友有一个好个结果，虽然我已经看袂着啊，但是希望伊巴肚内底囡仔会当平安个出世。阿星爱拍篮球，就予伊去，伊个未来就交代予你啊。希望伊的发展会当平安顺利，有好的发展。至于咱朋友啊，我钱就已经存好啊，伊的环游世界就好伊去。等到阿美啊出嫁啊，阿星有考虑的吼，就注意我啦，伊就会当去完成伊的梦想啊。Thank you.